三层的餐具栏，自动侦测防漏水功能，还有上中下三支全尺寸的洗臂，这些东西放在其他的品牌可能要到一定的规格才有，但在 Miele 这些东西都叫做标准配备。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跟客人解说的时候，常常会说到他牌的选配， Miele 的标配。打开 Miele 洗碗机，你会看到三层碗栏架，仔细看你会发现，除了最上层的餐具栏之外，左右两侧都有这种多用途杯架。非常贴心的是，为了防止玻璃杯刮伤以及增加更好的固定性， Miele 的杯架都多了一层细胶包覆，而呈现黄色的区块代表该区块可以调整，比如说第二层碗栏可以透过左右两侧的黄色把手调整至低位、高位，来让较深的锅具也能够轻松摆放，还可以单边调整变成倾斜的状态，制造出斜度，让水可以尽可能的流掉不累积。第三层餐具栏也可以自由调整配置，让碗盘的摆放更加弹性哦。你知道 Miele 的洗碗机连最顶端也有一支洗臂吗？它牌大多数型号都是两支洗臂加上顶部的出水口，而 Miele 洗碗机除了底部、中间之外，最顶端还有一支全尺寸的洗臂，从顶部旋转摇洒来达到全方位的洗净。安装在橱柜里的洗碗机如果漏水了该怎么办？之前介绍过他牌其他洗碗机的时候，有介绍到自动侦测防漏水的功能。那 Miele 全系列的洗碗机皆有配备这个功能哦。安装时会在进出水的地方装设一个侦测阀，如果真的不幸漏水了，那机器就会感测到并通知你，所以你不用担心等到橱柜都泡烂了才发现机器已经漏水了。综上所述，第三层餐具栏、自动侦测防漏水功能，还有上中下皆有的全尺寸洗臂，这些东西放在他牌可能都是要到一定的规格才会有，但是放在 Miele这些东西都叫做标配，因此我们常在跟客人解说的时候会说他牌的选配， Miele 的标配。那 Miele 洗碗机就是在这么强大的基础之下，再去开发更多像是自动洗机投放或是自动加热上盖的强大创新又便利的功能，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入手一台 Miele 洗碗机，那请务必来颐和家电，因为除了有全天价之外，还有不定时的满额赠活动，更重要的是还有门市限定的成家方案家电第四件八折活动，现在就立刻到颐和家电下单吧。